童星出身的知名影星与社会名流婉君表妹谢玲玲，拥有腼腆文静气质的谢玲玲为台湾继张小燕之后第二位广受喜爱且具票房号召力的天才童星，荣膺金马奖和亚洲影展的最佳童星奖。即长虽未如儿时那般独占鳌头，仍在国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谢玲玲本名谢振禄，有五位姐姐两位弟弟一个妹妹，八岁时报名应征琼瑶原著电影婉君表妹童星演员，于1753名同龄女孩中脱颖而出，出众外形与纯真演技令人印象深刻，就此跃居中影台柱童星。一连拍摄数部佳作，为碍于年龄渐长而减少片量，19岁再以新人之姿重返娱乐圈，除参演电影亦主演电视剧及主持节目。24岁嫁与香港富商林建岳后息影，息因第三者介入等因素于1995年39岁时签字离婚，而后投身金融与房地产投资，亦热衷绘画及慈善事业。